次的夜访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啊。Hello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夜访的成立，他们的老师是谁吗？他爸爸吗？有人知道了哈。其实我今天办这个活动，前面刚才讲的演讲活动，前面的目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另外有一个小小的目的，就是让你们认识这个家庭。这个你知道钱雅安对不对？然后来来来，你听听这个名字，来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刘思璇。是我婆婆吗？青春。啊，还有这个。啊，这是二姐，是不是？我是妹妹。哦，最小的你是三个姐，介绍一下。我是大姐，我叫徐佳。我是大儿子，徐思祥。青春鼓手，哇！青春鼓手。我是老幺，徐佳。贝斯手哈，哇，厉害！很棒哈、哦，这样一个家庭的组合，他们的爸爸，其实我办这个活动有一个小小目的的，就是说我觉得。也不想说看到，因为我从认识他爸爸已经八年了，那他的妈妈在那边啊，你都有看到，就要上台一下，让大家认识你一下，伟大的女性，过来，雅安的妈妈。哦，这是妈妈，我以为是大姐呢。啊，立方小姐。传恋爱心协会来这里已经。做八年这种活动，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活动。那我知道说这个家里小朋友，那一天我进访室的时候，哦，看到说家里怎么有乐器呀、啊？好好，原来我一问之下才知道说，那个躺在床上的爸爸哈，现在可以走出来了。那么他因为在网络上认识，联络到他以前参加乐队的朋友，所以那些朋友呢就送给他们。家里一些乐器，那一个爸爸躺在床上，他躺在床上就教这些小朋友成立这个乐器。那去年我在做这个助学金花坊的时候，我会请小朋友写一个说，哎，你最希望帮助是什么？那这些小朋友给我的答案是说，他们家里非常需要一台发电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每年都会停电。那他们住的是一个铁皮屋，这个铁皮屋呢是宝岛义工团帮他们盖的，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临时乡哈帮他们盖的。那铁皮屋里面后来已经有电风扇、有冷气了，都是各界的那个捐助。那每年夏天一定会停电，停电呢会造成他非常大的痛苦，最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像。那个上次那个军人一样哈，就会中暑，所以他们家里真的非常需要一台发电机。这个发电机在平常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是不是很必需品啊，那也不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对外界来讲这个事情来募款。那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哈，我让大家认识这个家庭，那个父亲很伟大，那这个妈妈更伟大，你看。他这么小，那他先生哈已经瘫痪八年了，就躺在床上，然后他就要把他换肾，因为造成他的关节太大了。他髋关节这么年轻就动手术了，那么孩子都这么小，他们当然也不希望失去那个爸爸。虽然说他躺在床上，可是他还是很有能力吧。他的孩子教得这么好，所以我希望说借助这个机会给大家一次奉献爱心的机会，我们大家来集资哈。现在你可以先不要讲没关系，如果你有意见的话回去告诉我，然后我们大家一百、一千、一万都可以哈，你有多少就捐多少。那一台发电机我有问过，在水里一台新的哈，友情价是25000啦，那在台北问到的是45000，目前我还没有确切的去确认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各位有意愿花这个心的话，我希望
这个善事大家一起来做，啊，做善事是大家一起做比较有意义啊。大家如果说有愿意花这个心的话，啊，回去啊想一想，你要很快乐的、愿意的帮助这个家庭的，我们就是专款专用啊。你只要告诉我，啊，我们就专款专用，就是来买发电机。我希望在明年夏天之前，啊，可以送给这个家庭一部这个发电机，这样。谢谢各位。哎，谢谢我们的会长哈。希望你们不要这么说，你们被我骗来这里哈。实在是这个是一个插曲的。那今天我们门口有一杯水哈，你们需要水的可以去门口拿。等一下呢，我又请这边的志工，台南的志工姓名啊，那他来这里帮我们煮了一些自助餐，大家可以好好的用一个碗，用一个午餐。那洗手间在这边下去哈，也是教会的一个场所，那里面有洗手间，很干净啊，大家等一下可以自由的走动。吃完饭以后呢，大家要记得哈，长生学义工要准备饮食活动。那现场的村民哈，今天我请许多长生学义工来这里帮你们义诊身体，他们调整是没有侵入性的，非常的好。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病痛或者酸痛哈，什么毛病都可以用啊，你们各位就不客气的，吃饱饭以后哈，就到对面坐下来，好让义工帮你调整身体啊。如果说你们接了这个光华很好的话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。我也可以安排我们老师来这里开课，交给你们这个功夫。哇，太棒了！这个是因为你不需要花钱，我们山上有时候看医生很麻烦哈，有车子也不方便啊，然后又跑很远。那，啊，如果说我们学了这个功夫哈，手伸出来，头痛就摸头，肚子痛就摸肚子痛，非常的有效，都不用花钱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。所以大家吃饱饭以后就不用客气，到对面坐下来去接受义工的调整，然后我们物资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一起来领物资这样子哈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会长，也谢谢我们演出的玫瑰炸弹乐团啊，谢谢他们的演出哈。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今天哇，最近天气都很冷啊，但是你看。我们这么有爱心的团体来到部落，马上拨云见日啊，风和日丽的好地方。但是在这段期间感觉很冷的时候啊，但是我们依然觉得台湾还是有非常温暖的地方啊。有你们这一群默默在付出的一些慈善团体啊，这里要谢谢你们。所以我想借助我们四个部落的双手啊，我们用掌声感谢他们来，谢谢。我们也从台北的所有的这个成员谢谢你们。好，那待会就直接颁奖了哈。希望这次我认为活动非常的圆满，以后有活动不是只有来这边东西拿一拿就走了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就要像这样子办一个虽然小小的活动，但是能够大家在这边互相的联络一下，交流一下感情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就直接颁奖因为时间已经12:30了我们对，我们请理事长来上台公布一下名单那由。